我们就准备拿过去放到房子里面啊，先放几天试试啊，看看，然后还拿上茶叶这些啊。刚刚去买了一个扫把啊，耶，你自己还没来？还没来门的吗？来看一下。现在是这么大个味道啊！还要带我去看我的房间是吧？来，把胶纸全部撕过了。这边也是了。哇！沙发，把这个沙发撕，放开。来，但是把窗子全部打开了。打开，阳光。空气，开始工作，买了这么大个太阳光啊，拿多少天去买的嘞？这个时候有用，晓得有没有用啊？他那个音乐是只有嘛，有些我哪里用的？还有什么的？还有茶叶，来，还有茶叶，茶叶放哪儿嘞？你个人抓一把这里是。直接抓到一层还是啷弄啊？抓到个嘛，还有啷个子嘛？茶叶，你们啥看的嘛？网上的嘛。这都是在网上学的知识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？就这么放那儿。啊。那你放茶叶，我去看他们放洋葱。你阿姨，你都喝奶奶。这一点钱来用。这也是网上看的。哎，这个我是人家他们拿婆婆的嘛，他说的。没人愿意弄上过去嘛，哎，最好那个菠萝他说那个菠萝那个没啥用，你也可以，他说别的去买菠萝去把皮皮刀切了。我切太小了嘛，你把它烧得就去大点切太小了。我好了，这也是为了去甲醛啊，各种方法。他买了很多驴子，专门就是吸那个。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，因为之前也没试过啊。洋葱切好了，放洋葱啊！把我眼睛都熏得流眼泪去了。刚刚哭了呀！每个房间放点的吗？你把吃完我再放。那个菜籽粉也可以放。来，腌一块裤子嘞，多放洋葱嘛，可以多放点，洋葱可以多放点。这个就我的房间。边放边哭。就是洋葱，我要重来。然后就下面。这样放在这里啊。嗯，来，咱回去吧。这个确实甲醛，以后没得甲醛味，全是洋葱味。你快出去幺二去了，你那。哪边？别亲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老铁，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些茉莉花、铁观音、茶叶干干那些。这边放多多一点，都放个十多天，经常要把窗子打开。先关两天，然后又打开，打开过后又关到，要那么反复的去弄。嗯。等两天那个绿那些绿色植物弄到就可以，哎，把那个，但是摆到那个一个盆摆两盆那种。嗯。收回去啦。好了，现在全部放完了，走吧，回去了。回去啦。嗯，我就把闸头打开就可以了。把那个窗子关到，没联系。走。我是多多。嗯，你是多多。现在满屋子的一股洋葱味儿。洋葱茶叶味啊。你是谁？我是
是你的婆婆。到吃的放的是。我是你的妈妈。好了，现在回去了。不管有没有用，我想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用的啊。我们还买了绿萝这些，明后天也把它陆陆续续的搬进来放到里面了啊。我是你的妈妈。